哥，你好，你还记得爸妈最后一次给我们过生日吗？谢谢妈妈，谢谢爸爸。嗨嗨，洋洋，妈妈跟爸爸离婚了。妈妈知道，你们兄弟俩都喜欢唱歌。妈妈也知道，你们的歌唱得都很好。妈妈有信心，能把你们培养成未来的歌星或者是歌唱家。可是，妈妈一个人能力有限，对不起，吃完这个蛋糕，妈妈就只能带走你们其中一个。我一定会好好唱歌，我要唱好多好多歌，我要赢好多好多奖状给你，妈妈，妈妈。当年，假如你不是让着金阳，今天金阳就是陆海，陆海就是金阳。我先拿。这个是爸爸，弟弟那张不用看了。所以金阳要替你好好活着，再苦再累，我也要坚持到成功的那一天。因为这个成功，本来应该是属于你的。陆队长，哦，对不起，我都睡着了。我知道你着急，就盯了一宿，先让他们把重要的化验项目先弄了出来。哦，谢谢。我也难以置信，但这就是真相。这件事儿都归我没问题吧？于公于私都由你管。好，
希望你把这一切都保密，包括金阳的死。保密不难，但是为什么？我怀疑问题没那么简单，比如这毒品的来源，金阳都接触过什么人，都需要进一步的调查。既然涉及案子，那就是公事了，希望你得跟组织汇报一下。嗯，没问题。好。我希望这一切都是扯淡，但证据不会撒谎。化验报告显示，金阳不但吸毒，而且有半年以上吸毒史。我知道他吸毒。你竟然知道他吸毒？我知道。知道为什么不阻止他吸毒？就算阻止不了，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就在十分钟之前。今天一定要记录下来，必须要记录下来，要录下来，这很珍贵。今天金阳特别幸福，非常非常幸福，你知道吗？感觉特别快乐，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快乐。特别特别快乐，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幸福。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因为第一，父母离婚十八年了，金阳跟哥哥过了一次生日，很难得，很幸福。第二，金阳这首歌终于完成了，非常好听。第三，老陆还要给金阳过生日，啊，他还要给金阳过生日。是一只天堂。我错怪你了。你再看看这里，金阳吸食的毒品成分主要以冰毒为主，同时掺入多种未知成分，毒性之强，前所未见。这些新型毒品从何而来？研制者又是谁？你现在是不是应该问问他是怎么染上毒瘾的？我会查清楚的。你不用查了，你心里应该清楚吧？这都是你的错。我问你，你关心过他吗？你鼓励过他吗？你像一个男人，像个父亲一样的关爱过他吗？你没有吧？
你眼里只有你的工作。爸，当初你嫌弃我妈，后来你又嫌弃金阳，你嫌弃他想当歌手，你恨不得全世界的人都跟你一样去当这个缉毒警察。你看看我，爸，你看看我，我现在当了警察了，我穿上这身衣裳，可是我宁可当个片警，我也不愿意当缉毒警察。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不想让你如愿。我长这么大，你有没有跟我沟通过？你有没有像父亲跟孩子一样的我们谈谈心呢？也没有吧。其实我也想当个歌手，我想跟我弟弟一样，我很喜欢唱歌的。可是你毁了我，你左右了我的人生。现在我当了警察，你知道我有多痛苦多憋屈吗？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早知道我弟弟跳楼，我宁可替他去死。就凭你刚才说的话，你就不配当警察。不配就不配，到了我辞职。你敢？我不允许我的儿子当逃兵。言归正传，这个案子一定要捂住，要悄悄进行。你拿我当傻子呢？金阳手机呢？说不定在里边可以找到一些线索。我不知道。给我。不给。快点！我不给。我要自己亲自查出毒贩子，我替我弟弟报仇。这是我的工作。你的工作？我弟弟活着的时候你不闻不问，现在人死了你倒心急火燎了。对不起，我不稀罕，我弟弟更不稀罕。在我们眼里，你就是个自私自利、虚伪无情的人。我的脸长得跟我弟弟一模一样，你居然下得了手。我现在说你冷酷无情，不冤枉你吧。咱们共事几十年了，你心里想什么我还不清楚吗？你不就是想晚点退休吗？许江的禁毒形势确实很严峻，可咱们也不能干一辈子，也得让年轻人挑挑大梁吧。金阳死了。谁？我小儿子。他吸完毒产生了幻觉，跳楼死了。而且他吸食的那种毒品毒性极强，前所未见。喂，佳姐。喂，你在哪呢？我现在在民政局呢。赶紧过来呀，咱们领证。我现在上班呢，现在没空。
没空，哄小孩呢。陆海，你干嘛呢？你怎么来了？我不是跟你说我上班呢吗？我怎么不能来啊？我给我们所长打电话了，说你今天调休，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故意躲着我呀？行了，有什么事回头再说吧。不行，就在这儿说。哎，行了行了，别看了，看什么看？哎呀，走走走，出去说，你别耽误人工作。走吧。说你这闹什么呀？啊，还这么大声说话？这什么地方啊？影响多不好啊！是。我承认我今天是调休了，我不是有事儿吗？你没看我有多忙？你有什么事儿啊？你这是闹情绪，不就因为昨天我放你鸽子了吗？你别无理取闹。咱俩到底谁无理取闹？你说谁无理取闹啊？那我问你，你昨天干什么去了？你不也调休了吗？你不也没空吗？哦，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你这太霸道了吧。你什么意思呀？我昨天干什么去了？你可以问你爸呀。我昨天是真在忙，我在忙案子。你干嘛呀？你今儿是忙什么？你说说。我说得着吗？我不管你的事儿，你也别管我的事儿。你这什么态度？你什么意思你？你不就怄个气吗？你至于吗你？老这么唧唧歪歪的。不领证是吧？行，那看谁耗得过谁。反正跑到天涯海角都我的人，咱已经订婚了。追我是不是？行，有本事三天别理我。老伙计，我不大会安慰人，我希望你节哀，但不需要顺便。假如金阳的死能让我们破获一桩贩毒大案，对于你，对于金阳，都是最好的告慰。我可以批准你推迟退休的要求，但作为涉案亲属参与此案侦破，我得先向组织汇报，获取批准。金阳，爸对不起你，这一回爸绝不会不管你。哥，你好。你为什么吸毒？金阳给你写了一首歌。我问你为什么吸毒？告诉我你为什么吸毒？是谁给你提供的毒品？我这首歌的名字叫另一个你。干嘛呢？发呆。又吸嗨了吧？还不够嗨。很快你会收到一份小礼物，保证你嗨得飞起来。OK。是我，您还在金阳家里面吗？你管不着，给我马上离开。你好，你的快递。
谢谢你的生日礼物，不错。有没有人来过？除了你。金阳是不是交了个女朋友？这和你没关系，这儿也不欢迎你，你还是走吧。见过这个女人吗？金阳没说交过女朋友啊。这是你调的监控录像？这是三天前的录像，效果不好，看不清那女的长相。就算是金阳交过女朋友，能说明什么问题？金阳至少有半年以上的吸毒史，作为他的女朋友，不可能不知道。而他没选择分手，这说明什么问题？这只能说明他很爱他，他舍不得他。你朝相反的方向去推理，是否存在截然相反的解释？你的意思是说，他有可能也是瘾君子？哎呀，你太善良了。这是金阳的手机，刚才来了个短信，我回复。这十有八九就是录像中那个女的。后来我又收到了这盒茶叶。不用看了，我看过了，只有茶叶。不用看了，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干燥剂，你不认识？冰毒。什么？我带回局里进一步化验。我要杀了他。杀谁？连人影都没摸着，你还杀呢你 ？Q 的电话。喂。想我了吗？想你了。最多再有五分钟，我就会出现在你面前。开心吗？喂，喂，你说什么？喂，你什么意思？绝不能让他过来。为什么？他直接上来，我们抓他不就完了吗？证据？这盒茶叶，货单上写的他的名字和电话吗？那倒没有。查无实据，凭什么抓人？又是他电话，接不接？不接会引起他的怀疑，接，慢。绝不能让他上楼，想方设法拖住他，拖得越久越好。我要看清他的真容，记住，千万不能让他发现接电话的不是金阳。喂，是我，刚才信号不好。人呢？到哪儿了？我看见你的公寓了，你可以站在窗口朝我招手。啊，不行，现在不行。喂，你怎么才来啊你？之前说好的怎么又反悔了呢？是不是心里有鬼啊？我不管。因为还用问吗？你肯定是嗨大了，不想让我看见你那副样子。知道就好，你还是走吧。可是我今天特别想见你，怎么办？你去死吧。乖，别任性，我就陪你一个小时。反正就是这样吧。不行啊，一分钟都不行。我现在正在创作呢，我写歌呢，你要是影响我创作的话，你就等于是犯罪。啊，之前结婚的时候你又在撒谎了。这次我要一样。我没撒谎，我真的在写歌呢。好啊，那你唱给我听啊。我现在不想唱。你是不想唱还是算了？新那个的人嘴里都没有实话。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我没有灵感，我正在找灵感呢。找灵感？我帮你补充能量啊，你需要多少我就给你补多少。能量？什么时候？再说吧，
我就不耽误你写歌了，再见。连个背影都没盯着，你说你怎么盯的人？早知道这样还不让他上来呢。你让他上来能把他怎么叠？把他从窗户扔出去？那又怎么了？至少能给我弟弟报仇啊。你考虑这是私仇，我考虑是大局。这个 Q 给金阳供应的毒品的目的何在？毒品来自何处？他是跑腿的还是贩毒环节中的关键人物？你别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你不是就想在退休之前立上一功吗？你自不自私啊？你没错，我是想再立一功，只要能立功就意味着世界就会少很多像你弟弟那样被毒品枪害的青年，就会少很多像我这样晚年丧子的父亲，就会少很多像你那样痛失手足的哥哥，这个世界就会干净很多，太平很多。假如这也叫自私，我认了。我刚才突然想，假如这个 Q 把我当成了金阳，那我不如就假戏真做，我就演金阳，引蛇出洞，好不好？你想当卧底？怎么了？你能当卧底，我不能。就你啊，就不是过家家。你可别忘了，我和你一样，我也是警察。我不是故意贬低你啊，我是经常到你们所长那了解情况。你们所长说了，你工作起来不主动不认真，得过且过，就连那个调解邻里纠纷那么简单的工作你都做不好，还想当卧底，别说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在你眼里我就那么一无是处啊？反正你别异想天开，你只要做两件事儿：第一，马上离开这里；第二，给夏姐一个交代，把结婚证领了。听见了没有？进来。师傅，您找我？应该是冰毒，你赶紧化验，要交上进去。又有秘密任务，到时候你可得想着我。就看你表现了。Yes, sir。喂，是我。喂，爸，你能不能别动不动就打击我呀？你妈来了。她来干什么？肯定是看金阳的，你来负责接待啊。顺便把噩耗告诉你妈。凭什么是我呀？你妈和我格格不入，我可不能见她。再说她好歹是你亲生母亲啊。那她还是你前妻呢，你干嘛让我当你的炮灰啊？喂，喂，这老头也有当逃兵的时候。怎么就你一个人来接我啊？洋洋呢？到外地演出去了。这小子，我上个礼拜还给他打电话呢，说要回来跟你们俩过生日。妈，我们的生日是昨天。知道，瞧你那不高兴的样，随你爸。您干嘛不提前一天回来？你以为我不想啊？我跟你说啊，我在提前办病退，手续没办完，走不了。哎，本来说给你们哥俩过个生日的，洋洋不在，那是他没口福。妈今天啊，请你吃顿高档的，算是给你个补偿啊。喂，卢汉，你妈呢？在金阳家住下了。她还行。你要是真关心，你就过来一趟。我可是头一回见你临阵逃脱。我是要见见她，丧子之痛，不是谁都能承受的。
完了，看来真崩溃了。伤，玉兰，你一定要坚强。我看要坚强的是你吧，几年不见，怎么都老成这样？你在干嘛？亏你还是个缉毒警察呢，一点观察力都没有，看不出来吗？我在搞卫生，给我们巡演回来的洋洋接风洗尘。妈，我出去一趟啊。上哪去？我刚才吃多了，我出去跑两圈。跑两圈怎么够啊？跑个七八圈，不着急回来啊。啊。听说你退休了？啊，快了。哦，我已经退了，我办的是提前病退，昨天才办的手续。哎，咱们两个啊，这也算是英雄白首，美人迟暮，哎，也算是殊途同归了啊。下面有什么打算吗？没什么打算。哦，这就自暴自弃了。哎，陆安明，不是我批评你的，虽然你的前半生因为我的离去你是过得暗无天日的，可你也不能怀疑人生吧。想当年我是京城的公民，文工团的台柱子，不幸认识了你，但是我依然南下，告别首都，告别京韵大鼓，你知道吗？我跟着你来这个小地方一待就是十年，我做了十年的家庭主妇。后来呢，我觉醒了，跟你离了婚，带着我们洋洋重返京城，找回了我艺术生命的第二春。哎，你怎么没反应啊？啊，我心里挺澎湃的。嗯，言归正传，只要你不抛弃不放弃，还是有枯木逢春的那一天。下一步啊，我打算给你冲冲喜。你以为我是给儿子办婚礼啊？错，要冲啊，咱们就冲狠一点，咱俩复婚。啊，你别这么看着我，我不是对你余情未了，我是同情你，我想拯救你，顺便给咱们两个儿子一个完整的家。怎么这么快就散场了？你还好意思问呢？我让你把事情告诉你妈，你倒好，阳奉阴违。什么叫阳奉阴违啊？冷不丁告诉他，还不晴天霹雳让他晕过去？这种事得慢慢铺垫。你准备铺垫到什么时候？明天吧。哎，不，后天。明天我上班。行，最迟后天，把事情告诉你妈。哦，对了，夏姐明天轮休，你和她把结婚证领了。我弟弟刚走，我现在没这心情。我只让你领证，没让你办酒席。哎呀，你弟弟的死啊，让我看清了人生无常。该办的事儿就要当机立断，不能拖延，明白了吗？顺便把噩耗告诉夏姐。你不是说这事儿不能声张吗？夏姐马上成你媳妇儿了，哎，自己人了，没必要瞒着她啊。早点回家。哈哈，想通了。想通了，所以我就说嘛，每次吵架呢，不出三天，你肯定得跟我检讨。算了，你又不头一回，走，领证去。哎，不领了。为什么呀？怎么老跟一女人一样，动不动耍小性子？我没耍小性子，我是认真的。咱们分手吧。分手？可以呀，不过你得告诉我为什么。
好。以前我跟你说啊，你看，咱们交往了三年是吧？其实，这我都是为了尊重我爸爸，你知道吗？但是现在我不想被我爸左右我的幸福，我想通了，我也活明白了，我不想像过去那样再逆来顺受委屈自己了。你是来真的？你的意思是你跟我结婚委屈你了？我跟你说的明白点吧，其实你应该有这种自知之明啊，你看看你自己这个状态啊，无财无色，蛮横无理，动不动还发火，你这浑身上下充斥了各种雄性荷尔蒙的气息，你说我要跟你结婚，我还不如找一男的呢，是不是？还有吗？都说出来。行，那我就跟你说透透的。还有你的这个控制欲望，这是我最难忍受的。你张嘴闭嘴的，你动不动就教育我呀，改造我呀，你说你累不累啊？我都快烦死了，你知道吗？你说我要跟你过上一辈子，我这不是自虐吗？陆海，玩笑归玩笑，但得适可而止啊。你看我现在这个状态，我像是在开玩笑吗？行了，就这么着吧。你跟着我干什么？谢谢你。有什么好谢的？谢谢你都把心里话说出来了。走吧，咱们还领证去吧。哎，你松手！你是不是疯了？你是不是有病啊？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还领什么证？你说的都对，我都听你的。我保证，我以后在你面前有个女人一样，不行吗？你没希望了。有希望的，我发誓。真的有希望，我以后再也不管你了，我全都听你的。我要是做的不够好，你可以随时跟我离婚啊。陆海，即便杀了人还有缓刑的可能，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你贱不贱啊？你打我？对，我就打你了。真没见过像你这么不要脸的女人，你这脸皮怎么比防弹衣还厚？你爱过我吗？我没爱过。你爱过，你亲口说的。我那是骗你的，我在表演，我是为了我爸，我不想让他失望，你知道吗？我知道了，你一直在跟我开玩笑，而且这个玩笑一开就是三年，你耍了我三年。对，我告诉你吧，我最后一次跟你说啊，我根本从来就没有爱过你。所以你以后也不用痴心妄想了。我还跟你说，咱们这辈子不要再见面了。行了，别委屈了，找地儿哭去吧。姓陆的，我发誓我以后不会再为你掉一滴眼泪。你没爱过我，我也没爱过你。我当初跟你在一块儿，完全是为你爸满意。从今以后，你在我心里就是个死人，死人！人世间有多少爱人，有多少亲人能够终生厮守永不分离。说我干嘛这么爱你？因为你敬我是条汉子啊。真是个傻丫头。哎，不许叫我傻丫头。你就是傻丫头，而且嫁给我之后你是我一辈子的傻丫头。
进来。师傅，我有事儿跟你汇报。已经领证了，那你以后就大大方方叫我爸。没领证，我跟陆海分手了。分手了？